吧。爷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美味串串轮，踩一下，看看转出哪些食物，然后就用它们煮成一道菜。哦。来办个转转厨房创意大赛吧。怎么办，木茶爷爷，我不会了。嘿嘿，别忘了多观察哦。喵，大家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那我要开始试吃喽。肚子好饿，求求你们给我一点东西吃。